应该是有这么一回事啊。可是已经过了44年了，我们几个小孩子，大家也就是说，大家一起合作，把他可能帮助他收那个伞啊，或者什么东西的啊。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救了，就是说，大家刚开始觉得很好奇啊。他一个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全部这个把它收好，我们就帮忙他这个时候。哦。